哎呀，加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检查，我现在就检查哦。等一下，哎呦，怎么没有动静？哎呦，三个，哎呦，好开心哦！哎呦，有曾志伟哦。P.A. 大哥，啊，曾志伟啊，啊，曾志伟，曾志伟在帮我控呢 ，P.A. 也帮我控音呢。哎呦，郭秀秀是谁？有吗？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有，举手来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认识新朋友这样子认识，你看这种感觉还不错。哎、欸、，Dennis 是谁啊？那个。Dennis，OK，、okay、好好。什么 Index 是什么 ？E-I-D-E-N-X，Index 啊。怎么念？有这个人吗？没有，他可能在外围听到，不想花钱进来，有没有？躲在草丛听歌。OK， 好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还有歌要唱哎哈。等一下，好的。哦，我已经录到快九点哎，糟糕，我应该还要再唱个几首。嗯，好嘛。好吧，这首歌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在冬天的时候写的。记得那一天的温度是9度，在台北市，好冷哦，那一天超冷的。我是在讲一些觉得很冷、感到很冷的那个朋友，把他的那个冷的感觉说出来。但是，其实那一天我睡得蛮爽的，因为我开很大的暖气，很舒服。然后呢，那天一起床之后，就莫名其妙就蹦出了这首歌，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，好开心啊！好吧，这首歌叫《甜蜜的滋味》。哎，曾志伟，这个音高一点哈，好不好？大哥，OK， 好，我要买你的月饼哦。哎、欸，有人懂我的梗，OK， 好。
脚底转呀转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哈哈哈！嗯，对啊，我这几天都在忙着录一个大爱电视台的一个节目，就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有这样子类型的节目，就是它是音乐跟那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做结合的一个音乐性的节目，叫做什么乐事美声录，就是他会介绍当地的一些传统的那个音乐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有当地的人的生活啊，还有那些人情味这样。那对啊，最近都在忙这件事情。嗯，好。哎，现在是3月底了，好吧。